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iHorse。咁繼續今日都係咩啦？咁繼續都係我做今次嘅主要主持啊。繼續都係睇下先啊。咁交唔到朋友添，算啦，入去啦。咁啊，只睇翻留言啦，咁樣冇辦法啦。咁就好啦。咁就睇先啦。有人問我究竟報得 G1 未？咁其實就嗱，你見到啦，得兩隻馬可以報到 G1 嘅啫。兩隻五星馬真係要睇自己，真係瞓喺度啦！真係要講下，真係要瞓喺度啦！呢啲真係要，好多人真係今日冇教學，今日應該冇教學嘅。咁照計都係教講下比賽，講下點操，即係操馬嗰度真係。要講嘅就係其實講曬，其實跟住今年馬師建議，但係咁上下先。但係我始終都係覺得就係話，我冇可能話操曬嘅。有時啲馬你未操爆，你好似嗱而家贊話咁樣，你未操爆啦。咁咪要操多幾課雜彎皮咁樣嚟玩啦。即好似超子呢啲啊，操夠咗敷吞咗嘅馬馬奔騰呢啲，其實最好過一半巴嚟出咯。即係其實出比賽你爆冷係隨機性，我嗰日尋日都講咗啦。即係要自己睇下啦，即係你自己睇下你有冇咩啦。即係你始終，如果你零貨嘅啲金幣都幾難攞噶啦。即係一日先俾得100你去跑，即係你睇下點樣啦。即係因為今日直播係 call 一個鐘頭嘅，因為其實預咗係玩一個鐘嘅。咁點解要玩一個鐘呢？因為如果玩一個鐘頭嘅話，咁又肯定就你哋又會即係會講得多啲咯，即係精英杯，咦？國際杯其實冇得國際杯，得跑先又難跑，跑八周年紀念杯。屠刀又唔得住，高登石堅又更加唔使諗啦。啊，主席短途相可以報到，咁我會報主席短途相。
都係恨，即係恨睇我去撲街嘅一啲人，即係恨睇我輸馬最開心嘅。唔緊要，我哋做多啲直播，係做多啲直播都係輸馬。啊，可以留言嘅。咁如果你真係要 call 馬嘅 ，call 邊場都得。咁其實都係你決定，咁你哋都係。即係我哋又想多啲人去決定㗎，喂。咁啊，好似象牙呢啲場，即係可以對一課集，對一課集咯。我哋如果過輕嘅，但係唔好出賽喎，戇鳩鳩嘅報出撳出賽制喎。你係對咗幾課咁樣都差唔多㗎啦。嗱，呢帝王城堡呢啲啊。都唔使你隊添，咁啊睇佢，你其實你都係睇佢有冇機會跑到嗱放頭啊，揾翻啲放頭嘅。包裝鬥士嗱，差馬跑差腳。稍後時間先報到噶啦，啲賽事都要。咁又有馬步跑啦，又板神杯超節就跑呢一場，咁又超節，又好利威，三號就紅山茶，咁四號就叫三步步。五號梁明菲菲，六號精彩日子，七號紅青福星，八號加泰隆尼，九號就係呢只奇幻星雲，十號天之吻，十一號極品絲綢，十二號高耀之星嘅。咁呢場睇個賠率咧，就三步步就大二啦，次就呢個嘅高耀之星5.3倍，跟住就係超字嘅6.2倍，同埋好利威嘅6.9倍。咁而家其實我覺得配菜唔少啦，福榮佢啊，跟住川田將啊，咁我覺得嗱，此庭嗱，
奇幻星雲就似乎其實真係難講啲。咁我覺得嗱，你睇高評分嘅七同十二啦，5.1 to 5.3倍，高評分嘅。咁我十二又肯定係攞首選噶啦。之但係啦，賠率嗰方面又真係幾平噶。九號攞次選啦，九號。細仔你話十二號做首選啦，十二號。超值呢條 Q， 搭少少難揾啦，咁樣算啦，因為費事太過辛苦啊，真係。因為距離都成幾分鐘咁樣，就睇一睇下。delay 又 delay 十幾秒啦 ，delay delay 咗。咦？咁其實啊，係喎，我唔記得嗰陣拆劇指示劇究竟係點咧？試下先，去拆騎指示玩一玩先。佢嗰個拆騎指示講又點咧？啊，放頭喎、啊！咁試下啦，拆騎指示呢樣嘢一定要試一試啦。咁你我睇下嗰只馬係咪真係大圖圖到翻嚟先？你咁樣嘅跑法係大圖。咁如果真係大圖都圖到翻嚟嘅話，咁即係又梗係隻 cam 有問題定係我自己有問題啦？真係可以留言嘅，可以去留言，有隔離有個留言板咧，留言我會睇嘅。我睇唔到直播，可以睇下重温啦。咁其實咁就仲有十二秒。板神杯，隨時俾報，預備。首先第一隻彈出嚟，高耀之星咧係相當之快嘅，跟住咧就係超捷，然之後就精彩日子、好利威、三步步、陽明飛飛、紅山茶，跟住咧就係奇幻星雲啊，然之後就係啊呢個天之吻啊、牛加泰隆尼，跟住包曬尾咧極品絲綢啊，一長時幾個馬位，而家十一號咧已經係極品絲綢。咁咧就一號超捷啊，就拍住呢個高耀之星，跟住咧就係啊呢個精彩日子三步步，然之後個高利威紅山茶，然之後就陽明飛飛，跟住咧就天之吻啦，呢個加泰隆尼奇幻星雲，呢個紅山茶同埋呢個包曬尾嘅極品絲綢嘅。好啦，而家準備轉入直路啦，已經前面超捷開始大少少到啦。咁跟住十二號咧嘅高耀之星就喺後面啊！咁而家中間仲有幾隻馬咧？嗱，首先第一隻邊一隻上嚟追咧就係啊，我中間嘅十二號高耀之星上嚟追緊佢。咁而家睇下高耀之星追唔追到啦？啊，跟住仲有精彩日子，幫我哋咁樣殺咗出嚟。
家咧超市亦都頂住咗佢嘅，而家加泰隆喺外國殺揾咗出嚟，加泰隆被借低咗你嘅嘢，都要知悉。加泰隆尼有七種高耀之星，條 Q 就28倍，係咪中咗啊？跑第三就超捷啊！花獨贏20倍啊，跟住位置派70蚊啫，位置高耀之星派17蚊，跟住係超捷19蚊，電贏八達12280蚊。唉，睇多次食嘅直播啦，睇多次。本来超级真系谂住真系一单打斗咁样赛绩优秀嘅单打斗单快，点鬼知又爆只咁嘅电脑神马出嚟，喺外档冲得好稳阵，加泰隆尼。掟低咗高耀，真系，唉，个操练评语加泰隆尼咩评语啊？作配无妨，真系作死啊！真系。調整拆騎指示可能會提高勝率或未定，但不知點 set 先至標準。咁其實講真嗰句，而家其實我都要調一調睇一睇啦，即係因為而家都其實真係唔係一個，即係要睇下幾個咁樣先調一調啦。物通次輪都差不多，咁呢場我都 skip 一 skip 嘅。當然最好啊，梗係咪放頭啦，先差啦，有時即係不過冇辦法之下先至咩啫，先要諗先或者差。其實好多馬機都係先同差緊噶啦，但你冇理由大圖又難啲，大圖其實同埋真係睇個騎師會唔會爆火啦，都係。咁唔緊要啦，慢慢幾分鐘跑幾場啦。不過都呢場我唔會 call 噶啦，經典一理財。咁我 call 嘅 target 就係主席短途獎啦，呢、這個阿贊或試一試啦嗰只贊，因為佢都係放頭，用川田象牙真係真係放頭，真係贏輸咯。始終馬機呢樣嘢真係講真，即係亂數太大啊！因為你始終有時遊戲解馬機，始終亂數係好大好高咯，所以好高要求咯，同埋咁跟住密通啦，操埋馬再出啦。密通次輪挑戰賽，一號湯告老夫7倍，二號加泰隆尼12倍，三號永利來143倍，四號共創美好75倍，五號驅魔客42蚊4.2倍，六號南海學家4.6倍，七號聖堂5.4倍，八號喜蓮巨星39倍，九號梵高位展5.2倍，
十號陽明菲菲41倍，十號飛鷹查座6.1倍，十號榮俊閃耀41倍。哇！呢場都1、2、3、4、5、6隻冷門馬喺度。咁驅魔客啦，泥地最好啦。驅魔客同埋飛鷹查座嘅泥地評分係相當高嘅。咁就同埋係睇下啦。咁驅魔客都叫贏咗幾多場咧，都幾高下喎評分。721，OK。驅魔客當然喺度啦。咁啊，睇下飛鷹查座啦，飛鷹查座。咁我呢場建議嗱，5號搭11號。俾電腦殺馬，真係做馬，梗係做馬啦，梗係飛鷹查座九檔，差嘅，均速啦呢場平均就守住中檔啦，試下，真係鳩嚟嘅啫，真係呢場啫，真係鳩嚟嘅啫，講真嗰句真係，但係電腦馬真係點都買少少啦，電腦嘅。好似其他馬機咁樣，都係鳩嚟。你冇辦法，你真係即係亂數亂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咁你即係其實真係亂數亂得太過分咧，咁又唔係咁好啦。即係你唯有就係買下都要買翻啲，即係你死都要買翻少少執翻身彩嘅。即係寧可爆三得十啊，你唔爆又唉冇嘢講嗰只啦，唉，即係。同埋又唔明佢點解唔做個美登馬場咧？要做一個真係沙田嘅遊轉。好啦，今日起步嘅時候咧，首先拿出嚟咧就係聖堂啊，跟住榮俊閃耀、喜年巨星、驅魔客，跟住梵高偉展、榮俊閃耀、揚名菲菲，跟住啊飛鷹查座啊、湯告老夫、永利來加同埋共創美好同埋加泰隆嚟嘅。好啦，開始轉入第一個彎啦。前面一係就驅魔客領先緊，跟住咧就喜年巨星、南海學家，跟住梵高偉展、聖堂、榮俊閃耀、揚名菲菲、飛鷹查座，亦都進駐去第七位啊。然之後咧就跟住永利來啊、湯告老夫、共創美好同埋呢個加泰隆嚟嘅，都冇乜點變噶啦。咁開始亦都準備啊，去到第三1000米段處啦，仲1000米。喺前面仍然都是驅魔客和南海學家，跟住就係話梵高偉展啊、喜年巨星之後聖堂、榮俊閃耀、飛鷹查座包曬，跟住揚名菲菲啊，之後就開始有少少啦，就係啊呢個嘅榮俊閃耀啊、揚名菲菲，跟住咧就係加湯告夫、加泰隆嚟、永利來同埋共創美好嘅。好啦，開始著咗一個彎入緊直路，前面已經驅魔客已經開始準備彈緊出嚟啦。咁第一隻上緊嚟之後咧，呢1號、7號、10號咁上緊嚟追佢。咁但係我當咗只馬就係飛鷹查座喺外檔殺得好緊要啊！咁仲有隻馬湯告老夫亦都喺外檔咁樣準備衝衝下衝緊上嚟啊！咁而家咧就係啊，就幾百米而家咦，驅魔客頂緊住咗嘅聖堂，聖
最後都要拒我下。雖然查到不知寵物救我一位市民衝緊上嚟，又不知點解停喺呢位度。咁俾只加泰隆嚟過鳩咗，冇辦法。聖堂跑第一，驅魔俠第二，好乸正常。加泰隆嚟第三，好乸少派彩，條派彩好少真係。聖堂嗱真係隨機嘅呢啲就係，賠率都唔撚想補。即係除了句粗口就真的沒什麼講到55分嘅，真係可以講。講到主席點都想。象藍啦，象藍咦？象藍保得啦，象藍其實今日跟住其他嗰啲都，唉，11.09分有香港金杯。哇！如果就係做告報去香港金杯啊，真係聽日先報。因為只是一個小時而已，那尾那幾場就哇，好曬啦，心意重。我報曬啦，啲賽事又真係大個人又開始攰，咁真係冇辦法啦。四星真係難喺資溫出到頭，梗係難啦。不過冇辦法㗎啦，都係因為我哋都係話。因為根本上即係其實即係買即係開個台，其實真係自在，真係娛樂嘅啫。即係我講真，真係要贏 G1， 不過贏 G1 就真係要嘅，都要希望都可以贏到下。咦？操到啦！係咪要操翻啲馬先？即係你見我咁樣眼布咁少隻馬，其實我已經係其實已經夠錢買開個倉嘅啦，但係我唔敢擴張住。因為如果咁快擴張個馬個馬房咧，其實你太個早。而家我仲有幾多場啊？而家其實我就仲有12場啦，即係你點樣都要跑完12場，你先至去嘅。我呢個係咪分身嚟？係分身啊，因為我個 account 冇咩嘅，冇改過嘢。因為如果我開正 account 嘅話，就將個 account 咁樣由手機又過翻去個 PC，PC 又要過翻手機啊！最驚就有啲咩突發事件，就真係麻煩噶啦。咁所以我點解要開個分身 account 就係咁解先啦。咁又冇影響嘅，即係始終都係用嚟充分身都可以有威爾頓嘅，真係神奇。
啲咯，同埋一場 G1 都未攞到就真係，做兩隻威爾頓係萬出嘅，唔緊要啦，反正都係咩啦，即係貨金就唔使啦，貨金如果我真係要貨嘅，就真係唔需要啦。我係甚少真係會同人哋走去收華坑嗰只人嚟嘅，嗰種人嚟嘅。希望我贏到 G1 咁希望啦，真係。唔係希望贏到 G1 唔係問題，但係其實就希望就即係你哋多啲嚟睇咯，即係希望多啲人嚟睇咯，多啲呢個區，即係無論即係 Facebook 又好 ，Racing World 又好，即係其他啲賽馬討論區嘅人都希望可以嚟睇。這個台咯，因為其實初 Ola Hot 上市我已經想開台了，但是那時候我剛好個 cam 又失驚無神死鳩了，現在就麻煩了。再加上其實我不是玩這一隻 iHot 的，我是玩回勁馬傳說多的，即是勁馬傳說就是 G3 作品來的，即是勁馬傳說是最難贏的，尤其某些賽區是川崎那裡，你是更加難贏咯，在川崎賽區那裡，即是我現在都叫贏，開了倉都有六年才贏得幾場 G3 仔，都不算什麼，都不算好了，成績都叫做，即是只是說協助我第二個的華人馬主贏級制賽這個名字，是像 Ola Hot 的，是啊 ，iHorse 是同 Ola Hot 一樣的，你都是話咩嘅嘛 ？iHorse 同 Ola Hot 一樣嘅啫，真係。不過 Ola Hot 你都是入卡，跟住唔使操馬就咁擁佢跑嘅嘛 ，Ola Hot 係爭獎金啫嘛。合成又未必住啦，慢慢諗下啦，因為要同馬匹先至合成到威爾頓後同合，威爾頓合唔到。好，咁 call 個馬先。天蝎锦标，一号芬兰小姐的就是13倍，二号准备受税，但系免4倍，三号马沙莲娜55倍，四号好先生4.8倍，五号成剑5.5倍，六号东海角33倍，七号双蓝星威就13倍，八号周济荣区11倍，九号气展快区就113倍，十号马美丽周19倍，十号马特击5倍。12號摩力提36倍，就跑好即贏個評語。咁呢場就我要一號芬蘭小姐啦，芬蘭小姐，不過都咩難咩講咩好難炒。芬蘭小姐啦，要又要咁，跟住就係準備就水啦。有一搭二啦，咁樣一搭二。求其啦，點都要倒噶啦，你呢啲。好啦，仲有7分鐘又開跑啦，北風錦標就真係。好，天蝎錦標，隨時播報。一佢步我就相當之快嘅，就係準備就水，跟住周濟明區啊，然之後咧就係呢個嘅芬蘭小姐，之後就突擊東海國氣展快區美麗周日，然之後咧就是、魔力提啊，咁後少少嘅馬咧就係、是、成傑啊、好先生同埋呢個成傑馬沙蓮娜同埋呢個嘅雙男星威嘅，而家入咗1400米段處前面準備就水咧，喺度大肆殺式咁狂放喎、啊。
跟住周濟明佢又突擊啊芬蘭小姐啊東海閣啊好先生啊成傑啊，然之後就氣展快驅嘅。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嘅美麗周日啊，然之後魔力提啊，做之後最後就係準備就水嘅。而家前面都打了很多了，哇！成十幾個馬位準備就水已經在前面啦。咁啊，睇下最後直路會點樣啦。前路就最後先入最後直路，首先大隻出嚟嘅準備就水打出嚟，突擊就第一隻上入嚟，將兩隻中中加咗一隻冷門馬喺個外角殺緊出嚟嘅馬三連馬。而家準備就水喺度睇下啦，最後二百米而家前準備就水睇下夠嘅頂撚頂得住啦，準備就水頂撚住啦。馬三連馬喺外角殺緊出嚟，馬三連馬同老先生鬥。我有馬山爆冷門馬山連環好先生定馬山連環準備就水呢？馬山連環第一62倍，派連贏派62倍。咁第二好先生就13元，獨贏馬山連環55倍。咁準備就水1.010.5元，連贏3×4=620元，位置 Q34 同23咧派嘢190元，爆撚到黐肺嘅真係，又係電腦馬爆出嚟，黐肺。黐線嘅，咁啊，真係冇辦法啦！咁啊，真係其實都幾後下喎，50場之後我先至係咁樣話，除有主席短途啊，有香港金杯，即係我其實都要做到香港金杯，我先可以守得過。咁就真係冇辦法啦。但其實時間都挺快過的，眨下眼都達半了。都沒辦法的了，即是如果你們真的其實真的要支持的，其實真的有個方法的，即是你們可以在 YouTube 啊這樣訂那段片出來，即是不斷地有片的，即是長期地 call 買的， call 啊 call 啊，你們都會看到的了，很多人都想看的了。咁其實你哋可以即係將我哋嗰段片 share 出去咯，將而家我而家做緊 iHorse 嘅片，咁稍後我都會開個播放清單噶啦。即係你哋睇完，你可以 share 出去，咁樣去慢慢睇下，即係低地可以慢慢了解下我而家究竟有邊啲節目可以做緊啦咁樣。因為我唔係做 iHorse 玩 iHorse 咁多架咁少嘢嘅。即係我其實好多樣嘢想多元化少少，咁就先至要咁做嘅啫。就係啦，我金沙軒都冇咩馬報啦，金沙軒。
陣試下。咁翻返嚟啦，翻返嚟啦。跟住我跟住就楊志京短途咁飆，一路共創未來就9.5倍，二號利達高威18倍，三號永未來113倍 ，Sell 勝利4.4倍，五號喜王寶11倍，六號健康快車26倍，七號情深意重大熱門4倍。八號拜倫勳爵就5.7倍，九號崇山寶藏4.1倍，十號地動山搖就20倍，十一號步步速42倍，十二號嘅新辣風味咧就30倍嘅。咁呢場大熱門情深意重啦，咁樣就點都要買啦，情深意重。之後睇下啦。1000米，咁而家其實最大情深意重都好重。但係佢白龍分爵嗰啲未來啊，咁就而家係咁賭啦，真係要。睇下 call 唔 call 到啦，一係 call 馬仔。會好快咁 call 啦，咪又係，因為我仲有下一場嘅賽事。好，紫荊短途錦標第50場賽事，隨時俾報。大熱門情深意重4倍啊！最慢集嗰只就係咦？最慢集嗰只就係情深意重喎，究竟搞乜撚咧？然之後就係啊！所以第一題喜王寶咧喺頭啊，跟住地動山搖啊，步步速健康快車，跟住辛辣風味，跟住再後少咧崇山寶座啊，利達高位，跟住拜倫勳爵嘅。咁而家咧後上面即係再有勝利啊、永未來同埋咧呢個情深意重嘅。咁而家準備入緊最後400米啦。前而家第一隻突咗嚟咧就要小心，第一隻突咗嚟就要小心，第一隻突咗咧。
拜仁分著57蚊獨贏位置13蚊，第二名抽成心意中位置13蚊，條 Q 都可以值64蚊嘅。但位置 Q 8×12咧就派120蚊，7×12就派170蚊嘅。幾眼瞓㗎啦，冇辦法。call 埋啦 ，call 埋呢兩場都差唔多啦 ，call 到57我都差唔多啦。57場都差不多了，即係我都講咗幾場。咁其實嚟緊呢個禮拜，咁我講翻有咩節目先啦。嚟緊呢個禮拜動漫展啦。咁而家我哋未知道iHorse 就要會出展啦。不過我哋都覺得就係，即係你出展就好咯，出展就唔出展都冇辦法，又唔係我哋決定嘅，因為即係但係我哋覺得就係iHorse。應該出展的話咁樣嚟出展咯，因為不過你始終動漫展呢啲嘢，始終都希望可以出到展啦，即係咁又咁四日都會，我禮拜六開始應該會喺會場噶啦，應該咁啊，最主要都係第一日都係梅元大五啦，梅元大五喺訪港啦，再度即係上年訪港，今次佢就帶埋阿卡普利斯、阿佐藤佳代過嚟香港表演。咁又禮拜日就《方塊王爭奪戰》，咁樣我就會喺呢一場比賽嗰度復出噶啦。即係我又其實喺個比賽嗰度將會復出噶啦，再出。咁又然之後禮拜一亦都有街霸五嘅擂台嘅，咁我都會報嘅，希望可以現場可以有份啦。又禮拜二咁樣就最後一日，咁又就到時再睇下點樣噶啦。好，咁跟住就下一場就係主席短途搶，咁又呢場就哇，騎士都好驚。
一號五夜明琴九倍，二號一寶八點二倍，三號打邊爐七點一倍，四號龍王八倍，五號愛靈傑八點三倍，六號印續之福十倍，七號三和福再十一倍，十二號八號新圖二百七十四倍，哇！九號櫻花進王七點八倍，十號讚話九點四倍，十一號多旺達八點四倍，十二號東方明珠八點七倍。呢場我都好慘呢只咁嘅賺畫嘅，得到一鋪大少少嘅，點都要試下啦呢鋪，畢竟都個人都開始攰噶啦，亦都開始想講，想有啲嘢好想都唔知點樣，好似自己真係。不過真係講真嗰句 ，call 咗一個鐘馬就真係未試過咯，真係 call 咗一個鐘，真係好少做加長版 call 一個鐘嘅，因為其實第二個節目我都諗唔到懷舊 apps 做乜嘢懷舊 game。咁其實如果再講懷舊 game 嘅話，真係講真，我真係攞俄羅斯出嚟講。我 Terrace 出嚟講噶啦，咁又都冇辦法噶啦，咁其實都多啦。喂 ，iHost 其實做一個鐘其實都幾長，咁今日禮拜二，咁仲有兩日啦，禮拜三同禮拜四，咁傾講埋呢兩日，咁跟住禮拜五，禮拜五開始有動漫節噶啦，咁禮拜五咁我都未必係會場，咁啊要等禮拜六啦，先傾一傾。玩法真係，得嗰兩個人啊，冇辦法啦，咁都咧開埋呢場，我收啦，都要冇辦法，真係個人頂唔順，聽日仲要翻工嘅，咁樣就 last run 埋啦呢場啦，咁樣就係啦，冇辦法。因為真係人攰咗，因為你其實而家我要開半個鐘頭台咧，因為就想多半個鐘頭走站位咁樣就可以早啲投咁樣，冇辦法啊，好一個鐘順受住意見啦咁樣，即係你可以俾意見我嘅，因為其實中我希望又可以多啲意見啊，多啲人俾多啲意見我去收集翻啊。直播而家睇唔到會唔會係手機呢？手機睇又真係難講啲，咁誒開閘咯喎，咁你睇一睇啦。好，主席端圖像，隨時俾我預備。首先第一隻嗱，打邊爐就相當之快嘅，咁贊話咧亦都唔慢嘅，咁中間仲有印續之福啊，然之後後面咧就櫻花進王，跟住分開咗兩扎馬之後，一寶啊、三和福將啊、龍王啊、新圖啊、愛靈傑啊。多旺達呢啲守曬中後面噶啦，已經哇十幾個馬位啦。而家前面咧就係、是、打邊爐啊，仍然都帶出啲，跟住印續之福，然之後就我哋嘅贊畫啦。然之後就到櫻花進王啊，再後少少咧就見到啊呢個嘅三和福將啊，之後又見到龍王嘅。好啦，而家準備轉入最後直路啦。而家前面咧三號咧打邊爐第一隻入咗嚟，咁第一隻上咗嚟之後咧就除咗贊畫之外。
紀錄二搭四排二號馬一寶派$82，位置$26。第二名四號龍王位置$21。第三名十二號東方之珠位置$34。二搭四 Q 就派$150。我真係算係咁啦。差不多啦，56分啦，我諗。哦，手機。個每日皇冠我好似又畫出嚟。個評分不高的真的要拍 G1-2 啦。咁今日其實講到呢度係咁啦，咁樣就冇辦法啦，都冇辦法一個鐘頭啦，都因為開咗台都。咁其實聽日再繼續啦，睇下聽日會講咩啦。聽日應該我都可能即係會講下其他新 game 先啦，因為你始終動漫時就嚟，咁講下其他 game 先啦。咁遲啲會再講翻。咁禮拜。